我先上菜喽。 这不是警察，刚才把他叫了，我不想推，我不想出来。为什么要推女友？不想出去这医院。为什么要推老婆？因为放手，我跟你讲话。你说为什么？我跟你讲话。你说为什么？讲话，另外一只手靠来，走开。那你在。